现在我们看一看六祖坛经的收无相三归一戒善知识净法四弘誓愿了，更与善知识收无相三归一戒善知识归一觉归一两浊尊归一真呢、理由尊归一净众种尊，从今日起称觉为师，更不皈依啊邪魔外道，以自信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皈依自信三宝。这一段呢就是说皈法了师弘师愿之后就应该要皈依三宝了。那么皈依哪里三种叫做三宝呢？坛经是主张啊皈依自心三宝的。那么自心的三宝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本来就有的，不是在心外有的，也不是啊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而有的，每一个众生都具备的，自性中本身就有三宝。现在我们再看说无相三归一戒，第一，三归本身就是戒。第二，无相的三归一戒和有相的三归一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三归就是戒呢？因为皈依佛就不皈依外道的神，皈依法不皈依外道的理论和教义，皈依僧不皈依外道的除咒或者是皈依外道的宗教事，所以三皈依本身就具备着戒的意思。那有相和无相是不同的在哪里呢？有相啊，就是皈依佛的话，那就是第一，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历史上的人成佛的。第二，释迦牟尼佛介绍十方世界有无量诸佛在不同的国土说法度众生，现在有佛，过去呢已经有无量佛涅槃了，未来呢还有无量的佛要成佛，这都是有相的呀，有相的佛宝。这法宝呢，佛所说的经典让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啊，在用它，照着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去修行，这是有相的法宝。这身宝呢，释迦牟尼佛时候就有了比丘尼的僧团，然后一代一代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有啊比丘尼的僧团的组织和啊事实的存在，那这个叫做有相。那无相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本心就是啊佛法僧三宝。那么这个地方就解说给我们听了，如果有人呢能够大悟彻底，悟到啊真实的佛就是啊以戒定慧解脱之见做他的身体，并不是有一定的一个样子，所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是有相好庄严的呀佛，而是以佛的功德，就是佛，那就是无相。至于法呢，无相的法是什么呢？是正法，是正确的佛法，正确的呀、就是正道，正道里头啊，是这是一种观念的，而不是啊有一样什么具体的东西放在外边让人家看到的，不一定是经典的。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行为，如果多能够呵护啊佛法的原则，那就是啊法宝。没有一定的形象，没有一定的东西，但是呢它有它的力量，那就叫做法宝。如果用正确的观念来运用外道的技术，用外道的方法，那也是正法。比如说现在我们台湾呢有很多这佛教的一种形式和啊弘法的所用的呀方法，都不是啊印度传来的，有些是学的外道的天主教的和基督教的，但是因为我们传播的是佛法，所以用的那些东西虽然是我们从外道学来的，结果我们用了它来弘扬佛法的，这个还是算是正法，因为我们传的是佛法，不是传的是外道法。因此真正的法，所谓无相的意思，就是没有固定的不变的一个形象，但是是有原则的。至于身宝，有相的身宝就是啊持境界修啊戒定慧，使得身清净、心清净、语清净，就是三意清净。这比丘戒呢，比丘尼戒我们叫做严净毗尼，严净毗尼的意思，毗尼就是律，律啊能够使我们达成了三意清净的目的。而什么人代表修持三意清净的呢？那最标准的那就是比丘比丘尼戒。比丘比丘尼受了受的是具足戒，具足的意思就是说全部的清净戒由他们来受，因此他们就是代表作清净的意思。虽然比丘比丘尼不一定他们就是已经是完全清净了，可是他们受了是具足的清净戒，因此就是代表着清净的僧团，这是叫有相的呀。至于无相的呢，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也能够具足到身清净、语清净、心清净，这个人也等于是有身宝的功德了。为什么？身宝是具足清净的，所以能够得清净，他不一定要现比丘比丘尼相，等于就是身宝。这个是
有相的呀，还是无相的？无相。我现在要请问诸位，究竟是有相界容易受呢，还是无相界容易受？哪一种啊？有相界容易受。是啊，有相的，你受了戒，犯了还可以忏悔，不清净的话就忏悔，忏悔就清净了。无相就是这尊清净，不尊不清净呢，一次清净永远要清净呢，这能做得到吗？能做到的话，那你就要受无相戒，不需要受有相戒了。如果做不到，那还是要从有相戒开始。同样的说，皈依三宝是皈依无相三宝，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一定呢要大悟彻底的人呢才能够受无相三皈戒，否则的话无相三宝啊是很不容易的。这一部啊《坛经》是对于啊善根深厚的人呢而说，是一种自己的方法了。但是受这个无相三皈依戒的人，一定呢已经受过有相三皈的人，比如说六祖慧能大师啊，他自己也需要受比丘戒啊，他受了比丘戒以后啊，他成为一个比丘的身份，然后他再给人家说这个无相戒。那在现在的有一部分的人，以及呢在过去啊也有一些人呢，他们不希望皈依三宝，可是他们又希望用六祖坛经，因此啊他们就主张不要皈依有相三宝，应该要皈依无相三宝。那就是说把有相的佛法身呢否定，然后呢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就是皈依的无相三宝，他们就代表着三宝了，那在家人也可以成为三宝。甚至于一个普通的人，只要学了六祖坛经，他也说他自己已经呢是跟无相的佛宝是无一无二，那这是个大妄语啊，这是啊有很大罪过的，因为啊颠倒黑白，道因为果，三宝啊一定是要从有相开始学的。如果说是一开始就学无相的三宝，那你们诸位今天来听六祖坛经呢是一个笑话，因为六祖坛经是语言学文字，那我在讲也是用语言用文字，也有经典，这都是有相的。如果无相的话，就是禅宗所说的不离文字啊，不应该有经典的。如果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也不要经典，那我们就根本就听不到佛法，我们也无从知道什么叫正确的佛法。好，现在我们往下看，皈依觉二浊尊。如果能够以觉作为我们的依归，或者是叫做依靠的归宿，那就能够得到啊佛住和慧住，佛具足慧具足，也就是佛的具足智慧具足，具足的时候是圆满的，也就是智慧圆满福报圆满。为什么？
因为已经是得到了大觉、大彻大悟的佛的果位了。福德圆满的原因呢，一定要修慈悲心，要广积善缘，普度众生，才能够啊福德圆满。那智慧圆满呢，一定是要断尽一切的烦恼，粗重的烦恼、维系的烦恼全部断尽，那就智慧啊显前，大智慧显前。就好像天空啊有太阳，那有云的时候啊，太阳并不啊能够全部照到我们的大地。天上一丝一点点的云都没有啊，那太阳啊就是百分之百的就照到我们这个地球上了。要等到地球上啊处处没有云，那我们地球就是处处都是阳光了。这个叫做福德智慧的圆满。如果还有一点点的福报没有修，有一点点的烦恼没有断，那都不能够叫做二住顿。至于第二个叫做归一正呢，离欲尊。正是正法，正法的意思啊是要使我们呢，第一个要离我执，第二呢要离法执。离我执就可以断五欲的烦恼，离法执就可以断了追求啊涅槃的愿望和执着。离五欲就能够出生死，入涅槃。对涅槃不执着，就能够啊，既能够离五欲，又能够在五欲之中广度无量的众生；既能够离生死，又能在生死的苦海里头啊，广积善缘。这叫做离欲尊。这个欲，第一个欲是五欲，是凡夫啊，是求五欲的。第二个呢，要离开啊，对佛法的执着。这个欲就是希望得到涅槃的果位，希望注意涅槃的境界，而不希望到人间来度众生，这就是执着。如果能够离欲，这彻底的离欲，离两种，一种呢是烦恼的五欲，一种呢是对于啊清净的果位的涅槃的呀执着，这两种都离开了，这个叫做离欲尊。诸位请记得一下啊，很多人讲欲大概是讲的五欲，没有讲到第二个层次。如果讲到第二个层次，那是才是大圣的菩萨，才是真正的佛。其实讲清楚一点啊，离五欲的是离烦恼，离凡夫的我执。至于离法执呢，如果不离小圣的阿罗汉的执着啊，他就不能广度众生，不能够永远的不断地在生死之中帮助生死的众生脱离苦海。所以离欲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啊要离凡夫的欲，第二个呢是离小圣的执。请问诸位，我们六祖坛经是大圣还是小圣呢？好，所以离欲尊一定有两层意思。
皈依净，众中尊本来是叫皈依僧，这个地方是皈依净，这个净呢是清净，清净什么啊？清净三一，哪里三一啊？身、口、意，也就是身体的行为、语言的行为和心理的行为，三种都是清净的。如何能够清净呢？如何能够清净？要持戒，对不对？在印度也好，一直到我们中国也好，身重并不是因为他显那个出家相，就是一定啊，就是清净的。可是因为出了家之后呢，有戒律的限制，有僧团的规范和约束，所以他们必须要清净。如果不清净的话呢，不仅仅是僧团里边呢会给他一种啊处罚或者是啊限制，同时信众对于不清净的这个出家人呢也不会恭敬。因此如果能够三一清净的话，一定可以受到大众的尊重、大众的尊敬、大众的供养。所以如果能够受无相三皈一戒，这个人呢已经不是普通人，一定已经呢是断了烦恼的人，而且是正在行大菩萨道的人。可是在还没有断烦恼、还没有行大菩萨道之前，我们也应该要受无相三皈一戒。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也真正地做到无相三皈。怎么受法呢？下边的就是皈依词，是这样子受的啊。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皈依邪魔外道。这是一句啊，从现在起，从现在起怎么样啊？我们以觉为师，我们以觉为我们的依据，以觉佛的觉悟啊为我们的依靠，为我们的归宿归依。不要跟外道啊、邪魔啊打交道，我们不听他们的，也不接受他们的，更不会啊依靠他们。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邪魔，什么叫做外道。邪魔的样子是怎么样的？你们注意有没有看过邪魔啊？没有啊，看到邪魔就是已经倒霉了嘛。但是邪魔并不一定长得很难看，邪魔并不一定是那么凶恶，邪魔不一定呢是那么横暴，邪魔很可能是痴迷善恶，邪魔很可能是仁义道德，邪魔也很可能呢他们生活的非常的积极朴实。但是也有邪魔啊非常的奢侈奢华的，所以邪魔有种种的形态。为什么叫他们邪魔呢？是他们的观念有问题，观念上不信因果，违背因果，而又不信因缘，违背因缘，这违背因缘、违背因果，这都是所以邪魔。邪魔啊，有一个特性，当他非常啊成功的时候，受到拥护的时候，他会表现出非常慈悲，也好像很理性。如果一旦呢你要违背他，或者是跟他对立的时候，或者他自己啊觉得自己失败的时候，
他马上有嗔恨、妒忌、怀疑，同时非常可能用残暴的方式，用非常啊恶毒的啊方法来对付你，来惩罚你，来制裁你。这有一点像啊黑社会，就是黑道帮派，那些黑社会帮派啊，他们也有他们的伦理，他们也有他们的道德，可是党同伐异，而得失是非，以他们自己的立场啊为做判断的，而不以啊外界的观点为公平的观点呢、啊，共同的观点为观点的，这个叫做邪魔。所以邪魔呢，好可以造福人群社会，坏可以啊毁灭破坏人群社会。这善与恶两种性质同时啊具备的，魔性和神性是啊在同一个性质里边呢交互的并用，有时间是魔性出现，有时间是神性出现，这叫做邪魔。所以我常常听到有人说，哎，不要说他们不好了，他们也很好啊，他们也教我们照顾人，也教我们布施人，也教我们呢行善，哎，做的都非常好的很多的好事，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外道呢？为什么要排斥他们呢？我说我们佛法是不排斥人的，我们但是佛法就是佛法，佛法不同于外道。因为有一些邪魔啊，他有的时候做的比我们佛教徒更慈悲更好，但是呢为什么这个邪魔不能够长久，所以可大可久，只能够一时间呢有势力，一时间风行，过了这么一个时间之后啊又不见了。邪魔外道大概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一阵风吹过了就不见了，或者一个时段呢几十年，那这所以那也有几百年的又慢慢的不见了。而佛教不是的，佛教经过啊几千年呢一直到现在，就是把它消灭了，诶，它还在，这个地方不见了，那个地方还在，为什么？它是没有啊自我执着，它只有啊慈悲和智慧，里边没有魔性。这个外道两个字怎么解释法？现在我们很少用这个字，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不应该用这个名词哦，用了这个名词让人家感觉到好像我们在排斥其他的宗教，所以我们现在不用了。但是在佛经里边呢，从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开始一直到啊就民国时代为止，佛教的经典论点里边呢处处都会用外道两个字，而且用这个字并没有恶意的意思，并没有忤逆的意思，而是说心外求道叫做外道，向心外求，而不是啊以自己的修持福德智慧来成长自己的啊道心，完成自己的啊道果，那专门向外边求神，或者是求佛、求菩萨，也都叫做外道。向人求佛、求菩萨的果位，而自己不修行，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外道。佛法是告诉我们如何自己在修佛修慧，根据佛法的指导，我们去啊努力的精进的修佛修慧，这个不叫做外道，这个叫做啊佛道。所以我们如果很详细的很仔细的来检查啊，佛教徒里边就有很多是类似于外道的心态，自己不修行专门叫人家修行。有一位居士啊来跟我讲，他说师父啊，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修啊，我太忙了。我听说高僧诵经呢很有用，请师父你替我诵经，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你的功德就给我吧。那就是请我替他诵经，他给我钱，我的功德就卖给他了。他想我卖功德，卖诵经的功德。这个等于是怎么样，我可以讲个比喻，就是说我实在太忙，忙得我根本没有吃饭的时间，也没有喝水的时间。师父啊，我就专门赚钱，赚了钱呢请你替我吃饭，请你替我喝水，然后呢我让我啊这个很健康，这样子可以吗？不可以啊。那师父究竟有什么用呢？师父的作用呢是在告诉你做什么，佛法很有用，你要去修行。就等于说告诉你这个饭呢、啊、好吃哦，很好吃，很有营养，你要怎么吃对你才消化得好，营养啊是全部的能够吸收，对你的身体啊如何的健康。我这样子告诉你，你吃饭还是要你吃，喝水还是要你喝，修行还是要你修，不是说我来帮你修，我来帮你吃饭啊，这样子外道懂了哈、哦、懂不懂啊？嘿，过去可能你们就是外道哎。下边我们把它再念一句啊，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这个自性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本性的意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本来的性质就是这个样。这个自性是什么？告诉诸位，就是无性，就是空性，就是没有执着，不执着我，也不执着法，这样子的情况，那才是啊的解脱，那才是啊的智慧。因为修戒定慧，就是希望达成解脱的目的。有了解脱的成果之后啊，你就要帮助人家去修行佛法，那就是用智慧来帮助他人，指导他人。所以这解脱，解脱之见呢，本身呢，就是去了执着以后啊，才能产生的。因此，这个地方的自性三宝，就是啊，不执着，就是啊，无相，就是啊。慈悲和智慧。我们再往下看呢、啊、劝善知识皈依自性三宝，佛在觉也，法在正也，身在净也。就是我们要劝诸位啊要皈依自性三宝。皈依自性三宝就是啊让我们要升起啊绝对的信心，相信自己能成佛，相信自己本身呢能够修行佛法，相信自己啊在修行佛法之后一定能够三一清净，这叫做皈依啊自性三宝。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啊大悟彻底，但是呢
一定能够大悟彻底。这个就是啊，皈依什么？皈依佛。虽然我们现在呢，还不能够去掉执着，还有我，还有烦恼，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一定可以啊，去执着，除烦恼。这个是皈依什么？什么？法。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清净，虽然呢，我们的行为呀、不够清净，可是相信我们一定会清净的。这个叫皈依什么？皈依僧。这个是啊，坚定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要坚定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本来就具备的，只要我们去了烦恼，那就是清净；只要我们没有执着，就是正法；只要我们呢能够觉悟了，那就是佛。所以佛与众生所差的仅仅就是没有啊把三宝显现出来呀、我们自己本身就具备着这三种宝，就是没有显现，就好像是黄金在厕所里边，或者是钻戒在泥土里边，没有啊被发现出来，但是它是在那儿的，本来就有的，并不是因为从泥土里挖了以后啊才有钻石的，并不是说从厕所里边呢打开以后才有黄金的，黄金只是掉在那里边而已，粪中的黄金，土中的钻石，都是啊本来就在那里，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去捡呢，要去发现它，不发现它那还是永远在泥土里边，永远在厕所里边。可是在没有皈依无相三宝之前，一定先要皈依有相三宝，才能够去发现无相三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从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就告诉我们呢，应该先皈依有相三宝，然后去发现无相三宝。